亚太电信召开董事会讨论受股案，各路人马包括了鸿海、台湾之星都有意合作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更亲自到场展现诚意。现在是要去提亲哦，啊，人家要决定要不要你这个女婿，所以我们聘书在这里，聘金也在这里，也不能多说，决定权在人家。好。郭董呢拿出手里的文件，表示他对于这一次的提亲是有满满的诚意，展现了势在必得的信心。4G 开台在即，小业者整并竞争更加的激烈，而亚太电信公股出售案呢，已经看来是越来越白热化了。